末去干啥了呀？啊，这个周末都是在家度过的，哪里都去不了啊。那在家打游戏吗？没有啊，我现在不玩游戏啊，都是我小孩儿特别玩，特别喜欢玩游戏。小孩玩游戏啊？小孩玩游戏太多了也不好的呀。是啊，但是现在小孩都喜欢玩，你也没有办法。嗯，是。现在家里面电脑都比较多。对啊，然后也没有很好的解决方法，然后他对那个东西就特别感兴趣。哎，但是有些小朋友说，就是除了玩游戏，还可以学怎么做游戏嘛，可以去编程那一块嘛。对啊，我教过他，就是电脑里边，然后如果又有一个游戏编程，然后又有一个游戏，他就被游戏吸引了，就不去学那个编程。那你有没有什么好的想法呀？比较便宜一点的，然后呢，功能又比较全的，而且小孩也比较会玩的那个。我可以给他做一个，但是我感觉太花时间了。做一个的话，大概要花多长时间呢？我估计怎么也要花我一周的时间吧。我看一个我们玩学编程吧，一般要一个主板，一个键盘，一个鼠标，还有一个屏。那现在市面上有比较好的产品是做这个事情的，解决这个需求？有，但是就外观就是很工业，小朋友肯定不喜欢那种，然后我也没找到。我听他们说，就是现在就是这个，其实就是单板电脑是吧？单板计算机。我看了一下，好像有什么 Nano 派、树莓派，然后Native Panda。对啊，嗯，然后呢，为了解决你这个需求，看一下，当当当，这又是什么？这是什么东西？看一下。哦，好漂亮，谢谢。那我可以拆开它吗？可以啊，完全可以。我看一下，壳子小心点啊。树莓派400。对，这个键盘，来，你看一下，对比一下，我看一下，哎，就很漂亮吧？你看，这个很小的，这很小的，哦，它只有小孩也蛮适合的，这么精巧的东西。哦，它的那个键很小，对，键很小，刚好适合小孩手指。我特别是这个颜色，我非常的喜欢，你看吧，我很喜欢粉红色的。这个粉红色配白色，真的是满足了我。哇，那这是拯救小孩不玩游戏的神器啊！这里面好像有配有一个树莓派是吧？对，这里边肯定有树莓派，它是集成到里面，集成到里面呢，否则这个口是怎么？然后除了这个，还有一个大的哟。啊，我打开看一下。哦。好，那我打开这个礼物了，看一下，这是一个标准的树莓派400，然后还有一个电源。然后还有一个鼠标，然后还有一个 SD 卡套，哇，还有一个 HDMI 线，哇，这个才还有一本树莓派的教学书籍，这是一本教树莓派如何使用，然后 Scratch 编程，如何使用 Scratch 编程。然后后面是如何使用 Python， 哦，然后还包括一些电子知识的一些书，一个书籍，蛮适合小孩的哦。蛮适合小孩的。哇，这本书籍太棒了！哇，这个礼物里边有这么多的东西，我看一下这个。是一个 Type-C 的充电器，啊，这个应该是插在这个地方了。哎，对的。然后这个 HDMI 线，哦，它还可以直接连到我的电视上面，我的显示屏上面。显示屏吧，这个。对，直接连到显示屏上面。然后这边是，哦，投影液好像也可以用这个。然后还很人性化的配了一个鼠标，哇，鼠标是一体的，好漂亮。鼠标是可以接在这个地方的，然后它很人性化的去配了这个 SD 卡的卡套，
我的笔记本电脑是有 SD 卡的插槽的，然后我把这个 SD 卡直接插到我的电脑里面，然后我就可以给它烧我想要的文件了，然后烧完之后，然后我直接插到这个里面。啊，嗨，我已经把你的礼服给组装起来了，组装起来是这个样子的啊。然后就碰点电，然后这边是一个鼠标，然后这边我插到一个显示器上面，然后就可以了，你可以使用它了。好了，完美完美。非常感谢你送我这个礼物，这个礼物真的我太喜欢了，谢谢谢谢。还有呢？你的圣诞礼物稍后送你。